I'll shake.哦，好久没有喝酒了、啊。哦，天哪，我头好痛啊，好晕啊。我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哎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哎，怎么停电了？发生什么事？是我头在摇还是地上在摇？哎，我怎么出现在这里啊？哦，艾克，赶快起来啊！哎，我的房子怎么坏了 ？Oh my god！要怎么下去啊 ？Amanda， 你在吗？你先下去啊！哦哦哦哦哦！这里发生什么事啊？你看，用大楼直接倒塌，整个洛圣都停电了。为什么还有飞机坠毁在这里啊？看一下，先降落一下。我怎么听到有人在哀嚎的声音？你在里面吗？这也太惨了吧！哦哦，余震不断啊，一直在摇的感觉。看一下有没有需要救援的人，这里可以出去吧。跟过来有什么？鹰架倒塌了，是什么？哇，那个气球好亮啊！这也太壮观了吧！我先要先找一台车，那要怎么下去啊？喂，我们越过去好了。哎，这回家的路到底怎么走啊？怎么一直听到有爆炸的声音？啊，穿过这里啊！哦，哎，那台车怎么回事？地震引起的磁力效应啊！是，让车子很难控制啊！你看、啊，前方那台小车子，你看一下，哦哦哦哦，哦，这个大楼直接倒在这里啊！好险，我还有降落伞可以跳下来。电车还在行驶啊，代表还是有电力哦，部分的。居然围起来！哎、欸，那台车怎么会撞到这个栏杆啊？那个人倒地不起了，还有目击证人呢、欸。先爬上去看一下。哦，哎、欸，这位老兄，
不省人事啊。哦，这样怎么？那个人还好吗？来试试看这台摩托车，是不是真的受到这个磁场的效应？那个人不见了、啊！哇塞，太扯了吧！哦，那台车是这样，他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哦，他爆了，哇 ！Excuse me， 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那次大地震呢，影响了洛圣都的磁力，那个磁场不太对。哎，等一下，又有车冲过来了。到我，哇！都炸得烂了。OK， 这个模组就要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了。